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画里面啊？这张视频的文案我都想好了，认真一夜的菲菲。我的天哪，我瘦了好多。你真的瘦了很多？我这么自恋的话被录进去了吗？我瘦了很多这句话是刚才去试戏的时候副导演说我比之前的视频的照片看起来瘦，不是我的。但你真的瘦了很多呀。我是瘦了很多呀，我减了10斤了，很夸张了吧。我现在是我当演员以来最轻的时候，最轻的时候，这三年来最轻。不知道，就是我长到这么高以来我现在是最瘦的。转头看着我，警惕的眼神。今天试习室的咋样？这试习室还不错，现在这照片拍的还不错。认真营业的我，请大家多看看好吗？你开了喊我一声。开了，可以了，收工了，回家了。